Thank you.
现已清理完毕，准备好杀入星湖要塞。 爱丽丝来找我，她发现月球上有一种非常古老的东西，可能对人类产生潜在的威胁。爱丽丝坚持要独自前往，她说只是去进行一次侦察任务，我就让她去了。爱丽丝很坚韧，她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，经常让自己身临险境。如果说谁能照顾好自己，那肯定就是爱丽丝·摩恩了。 艾克拉，他的信号断了，真奇怪。